人生麻辣烫，留园快乐美食频道的实习生厨花，看了因时快讯29环球共享麻辣烫后，激发灵感，创作了一道富有内涵的美味佳肴，现将该创意麻辣烫菜谱与网友们分享如下。菜名：人生麻辣烫。材料：主料牛肉片200克，鸡肉片200克，虾仁150克，鱼丸100克，豆腐200克，金针菇100克，青菜200克，粉丝100克，调料麻辣火锅底料100克，花椒10克，干辣椒20克，蒜末2汤匙，姜片5片，葱段3根，料酒2汤匙，酱油2汤匙，盐适量，鸡精适量，香油1汤匙。制作：人生启动，人生如麻辣烫，酸甜苦辣尽在其中。准备好所有材料，正如我们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，火辣开锅，在锅中加入适量清水，放入麻辣火锅底料、花椒、干辣椒、蒜末、姜片和葱段，大火煮沸，仿佛我们在生活中迎接每一个新的开始。调味人生，加入料酒、酱油、盐和鸡精，调味如同我们在生活中寻找平衡与和谐。食材入锅，依次加入牛肉片、鸡肉片、虾仁、鱼丸、豆腐、金针菇、青菜和粉丝，每一种食材都代表着生活中的不同经历和感受。火候掌控，中火煮至所有食材熟透，正如我们在生活中需要掌握好每一个阶段的火候。香油点睛，最后淋上香油，增添一抹香气，犹如我们在生活中寻找那一丝丝的美好与幸福。盛出麻辣烫，享受这道人生麻辣烫。记住，生活就像这碗麻辣烫，有时会辣得你眼泪直流，但正是这些辛辣的经历，才让我们更加珍惜甜美的时刻。每一口麻辣烫都在提醒我们，生活中的每一次挑战和每一个高峰，都是我们成长的一部分。无论是辛辣的时刻，还是温暖的瞬间，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。愿这道人生麻辣烫不仅能满足你的味蕾，更能带给你对生活的深刻思考和无限勇气。